你知道越南服的选手有多牛吗？你看这个英雄，这是他们越南服刚刚上线的新英雄战神刑天，他一上线百万玩家就给他打出了 9.6 的高分，成功超越分身猴哥成为榜上第三位。只因他的技能操作简单，但却非常的离谱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在对局内啊，刑天一般先用二技能吸人回来，再用一技能战斧横扫，就这么一吸一转啊，直接秒掉一个大汉哦。另外他的大招有点类似老版阿珂的技能，只要成功击杀一个目标就会自动刷新，所以他目前才刚上线嘛，就在五杀统计里面飙到了前十。更离谱的一点呢，就是他的技能还可以攻击队友哦，所以不管你在处于逆风也好，顺风也罢，他刑天都不必为经济发愁。顺风吃对面，逆风砍队友，所以有刑天的局啊，基本逆风根本不用怕的，一会啊他就带你顺风了。另外昨天越南服还爆料出了猴子重做的消息啊，他们把猴子的一技能和大招做了反组调整，比如一技能他可以分身并且自身隐身3秒，分身存活为5秒，而且啊分身还可以自动攻击目标哦。大招在原额基础上增加了击飞高度，控制时间增长了0.3秒，范围也更广了。他的二技能无变化，和现版本一模一样。目前呢这个猴哥还在测试中啊，如果通过测试，那么咱们老版的猴哥即将在越南服重现江湖了，这也是越南服玩家们更期待的。有了分身的猴哥，那就是刘备的克星，刘备欺负猴哥的时代也即将一去不复返了。